第二十三题，请判断 H2O 生成 H 正加 OH 负是下列哪一种反应式？这是我们请同学背过的水的解离方程式，水会解离出氢离子跟氢氧根。所以第二十三题问我们说是下列哪一种反应式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水的解离。